到一个。好漂亮。好的好的，给它留起来、哦、不好看的给它去掉。嗯，漂亮漂亮，对，多拍几个就对了。嗯，我那个疫情休息的那个韭菜盒是晚上没卖啊？对，早上到两三点就没了。花生加红豆，那我要一个红豆。今天有的来要买十个、二十个了，三十个。最多有来订80个的来订我，那我就不能卖了。80个一直做客人都没办法卖，不要订太多。我天天都给客人有那个有机会，你知道吗？那你红豆要扣很久咯。对啊，我看起来也很不错。剩一个哈，红豆一个。花生芝麻红豆红糖。这样，来，啊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我切。哦，这看起来不错，嗯。你先给他，我等一下，我走了再说，再给我。啊，要多还是少？大多啊，有的人不喜欢吃多。只要5分钟就好了。其实很快，是因为这个刚。你在教书吗？哦。啊？退休了。以前是老师吗？
很像吗？对呀、啊，很像啊。要不然就是做贸易啊。觉得你应该是不是老师，就是贸易方面的、啊。那老师退休还蛮年轻嘞、欸，做法退休。一个模子，内底就是空气，快晒起来你看。这个，啊，那你几岁？58。反正也很年轻啊，笑脸、啊。我们两个差不多多啦。对，差七岁，差很多。差七岁，对啦，也是说，可以说差很多啦，但是也感觉说差不多啦。这体力应该是很好了。对，我早上还卖，早上5点多在那另外一个市场卖。卖这个吗？卖这个，也有卖很多东西。然后现在太累了，我现在就这里固定每天都有。啊，早都大学毕业了，嗯，也在赚钱了。